这个宜兰独有的一个这些光荣传统，这些传统当然包含了我们这个要一起去演出的演出者，还有我们要跟礼物室做一个这个很好的国际外交。我们也希望说，循去年的经验，我们到加州邀请马德拉市的乐团来宜兰参加丢丢党国际蓝整音乐节的演出。希望我们这次也能顺利邀请美国这个礼物室的乐团来共同参加我们十月份在宜兰举办的丢丢党蓝整国际音乐节。我们透过艺文的交流，可以使双方的城市更加这个稳定的成长我们之间的一个感情。